老李回去放完了做冻干的，什么也特别。是啊，我说他正好能放到那个管里边，你知道，一个玻璃管套着。他说还有没有？那得有还得要九八十二的时候。哎呀，哎呦，这量太小，量什么太重。但是我也想说拼那皮呀、啊，嗯哼，我也想拼那皮呀、啊，对不对，老兵？要是能带着我玩的话，是不是、啊？或者咱们这儿你没别的，你到时候也少量的给我点儿。嗯哼，就是这么干，可以了。然后我。